酸甜苦辣，喜怒哀乐，这是我们的味道。哎，你觉得你就这样子带我出来，霍天，他真的会吃醋吗？会不会？现在是我们两个在约会，你不用在意他吧？霍天现在不在这里，你还在演啊？爱演是不是？我陪你演。亲爱的小薇薇，你肚子饿了吗？我来煮饭给你吃。怎么样？要加酱油吗？啊，我忘记了，我是咖喱，不用加酱油。好香哦！来，不吃是不是？啊，不吃一定是生病了，生病了。我来摸摸看。38度，现在一定要吃药药。拿。你这样子不跟我演，我很尴尬哎。不是洋娃娃，微笑久了会累吧？我怎么想就那么想。不要这样看着我好不好？不会心动啊。你在搞什么啊？说要去约会，还真的给我去了，就一去到现在还不回来，这个未婚妻也扮演的太不称职了吧？哦，你未婚夫在这，你去跟人家约会，那我算什么？还要帮你打地铺，还要帮你打地铺，奇怪，怎么总觉得怪怪的？刚刚的笑容怎么贼贼的？我是哪里有什么问题啊？精心准备的礼物到现在还没给他看到，可惜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可以变兔子，我不行？为什么？
也想变兔子。哎，给我玩的这么开心呢。冷静，冷静。也许他压力太大，对。把他关在家，教他做家事，然后教他学插花，不像未婚妻，对。他压力太大了，早点事做。约呢？过夜？以我彭孝兵伤尽万千少女心的经验，告白就跟前戏一样重要，是吗？你没有前戏，直接来，人家会先粗鲁的。哦，你想要进入他的心之前，先脱下他的不，脱下他的心房，进入他的心，了解他。体贴他，怎么了？想心事呢？睡不着哦。那你干嘛？怎么突然跑下来？你也睡不着？是哦，跟你一样啊，想心事啊。我一样心事，我睡不着。哎呀，想要告诉他，我又怕他不答应。喜欢人家吗？我又不敢说，怕人家拒绝了。在说什么啊？奶奶什么年龄了？我看不出来呀！啊？你看出来什么？你们俩办家家酒啊？啊？你们俩有什么约定？我是不知道的吧？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你知道我跟他是假的？嗯嗯嗯。你知道？那你还答应这个婚事，然后你还故意叫人家住到我们家来，你干嘛？你在想什么呢？哎呦，我就是怕你这个个性这个样子，你不说。奶奶就帮你定下来了，嗯，知道吗？再说，从小到大就没要过任何东西，第一次你跟奶奶要东西，奶奶很开心的。嗯，这不是要东西，就是还不是都妈妈。哎，骄傲是对着敌人的，不是对着家人。那个未婚妻是你要把她当家人的人吧？怎么想？有傲气呢，很好。但是这个傲气呢，这个是有时候保护自己的一种武器啊。除非他是敌人。再说呢，哎，男人嘛，你男人不出啊，不主动，你让女人主动，这像话吗？啊？嗯，对。对啊，听懂了吧？有一点道理。何止的，这是很大的道理。懂了。懂了，就是对待这种事情要谦卑一点，对吧？哎，这不够。
的。你要跟他说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。哎呦，这种肉麻的话我说不出来呀。学着学着说。好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。哎呦，对对对，哎呦呦呦，奶奶好高兴啊。好了好了，我要回去睡觉了。好了，你一定睡得着。我去，我去。好，睡觉吧。婷啊。干嘛？以后不管你们两个怎么样，奶奶希望你站在未分亲的立场，能够多替他想，原谅我。怎么突然讲这个？反正你就记得奶奶今晚跟你说的话，记到这儿，记到这儿，好吗？好，记得了。一定要记得，会，就过来人的经验吗？对对，就男人嘛，就是多让女人一点，好吧？你不会去睡觉？不，就再想想，我睡不着，我就想想。那我去睡了。那就睡吧，睡吧啊。好。对，奶奶被蚊子咬死算了啊，奶奶冻死算了啊。好了好了，去睡吧。你等下进去，记得还是要表现得很开心哦，就是让他觉得刚约会完，然后怎么样？怎么笑我？应该不用教你了吧？我早上才教过的。我今天已经表演很开心，表演很久，脸酸死了。你再笑一次，我看一下。我教你也是要自然一点的，呵呵。你今天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好，你赶快回去吧。玩。晚安，回去小心。拜拜啊。好玩吗？对。回来就好。唐薇，谢谢你带分金出去玩，回去小心。都不理我啊！因为我会吃醋。但我想一想，好像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吃醋。我不过是你一个假的未婚夫。你来帮我，我把它当作是你意气相挺，谢谢你。虽然我已经跟你告白了，但你的心还是你的，我没有办法逼你。如果最后你的选择是阿威，我会尊重，因为我也无能。在勇敢和崩溃中。
可是要上去了吗？要走一起走啊，你干嘛自顾自的走啊？我不想离你太远。有了这个，你就可以睡得着觉了。很贴心哎。谢谢。但是有没有暖色的？这个冷色好像差强人意了点。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功能了。上一个吧。啊。谢谢。晚安。晚安。喂。嗯。你那天睡我的床。觉得舒服吗？哎，不错。那你要不要上来睡？至少睡得舒服一点。没关系啦，我睡地板也很习惯，而且有你给我的灯。说实话，那天。跟你睡在同一张床之后，我发现我可以睡得很好。你愿意上来睡吗？我还发现，那一天跟你睡在同一张床上，又加上牵手，我可以睡得更好。可以牵你的手吗？早上要早起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陪我去巡视有机菜园啊。巡视有机菜园干嘛？就去看看嘛。哦。哎。
可以不要开那个闪灯吗？这样我会睡不着。好多草莓都熟了，我可以摘些回去做方便。本来就跟他们叫的啊。真的？直接可以摘下来吃啊。那我现在可以摘吗？可以啊，有机的，擦一擦就好。好，挑一颗。等一下啊，你看到这个农场的主人，他姓曾，你可以叫他曾诚实。曾诚实？真的。他种的农作物很诚实，所以他叫真诚实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不相信啊？等一下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你就叫他，看他会不会应。这好像有点尴尬哎。不会尴尬。其实我很佩服他，他投入有机产业，非常辛苦。听说他以前赚很多钱，是个科技新贵。来有机农场哎，你怎么会跑这么远来订菜啊？因为诚实啊。诚实？食物的食，有诚意的食物。哦。这个农场的主人，他不用农药栽种，全部无毒。他选择了用和平的方式跟这个环境共存。你看这些菜，其实很多都被虫咬过。也许卖相不好，但是送到我们嘴巴里的时候。是健康的，好棒哎！他刚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，他只有一个人，就打造出来了。哇！像他这种人，能不跟他买菜吗？真的要跟他买？是谁？就他。真诚实啊？嗯。叫他，真诚实。真的假的啊？真的。真诚实。曾诚实，李大哥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二祖祖，好久不见。啊，哦，在干嘛？在忙啊？对啊，没有空来。就过来逛逛，看看你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未婚妻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李大哥。哎，让他试试看吧。嗯、好啊，好啊，去玩，去玩。哎，好。小心啊！怎么弄啊？上来把土挖松一点。来来来，怎么了，姐？你今天找我来，什么事啊？不是我找你，是爸找你。爸？爸找我干嘛？不知道，他想见你。太过分了吧，霍廷恩！几岁在那边装可爱？在跟朋友聊天。嗯。怎么是那么好笑？你要接电话干嘛？就跟他分享一些生活上的琐碎小事。你跟他什么时候变这么好啊？就跟他交个朋友嘛，他是你重要的朋友啊。嗯。嗯。好了，哎，
你农场逛过了，有什么想法？很棒啊，我觉得很好哎。一般外面餐厅用的菜都不是这样子有机天然的，代表我们餐厅真的很不错哎，天然的菜真的很棒。那好啊，之后我就多介绍一些雅尼斯跟我们蓝缪合作的厂商给认识，你就比较一下，也许之后有合作的机会。比较？你不是要开店吗？那既然要开店，进货就相对重要，难道你要跟以前夜市一样吗？多认识一下也好。所以你是为了介绍厂商给我认识，所以才带我来？谢谢。我希望你成功。咖喱大王，加油！喂，姐，我想要请你帮我介绍一些开店的人，因为我想要了解一下开店的东西。所以是为了分清，你要帮他开店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想要靠我自己的力量帮他完成他的梦想，我一定要做到。支持你，姐，你也要加油，为自己喜欢的人努力，不要让自己有遗憾。我会的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你有事再打给我。好。不对，是我有事再打给你。知道了。干嘛？这么急的叫我们回来干什么？不要闹了啦！大事不妙了啦！什么大事不妙了？喂，你不知道这个约会对我来说很重要吗？你这么急跑进来干嘛呀？是处理了没啊？没有啊，只有在磨刀。什么东西？没事。没有没有。干嘛？说啊，什么事了？我今天有收到一个通报，卫生局要来调查，而且事情很大条了。上头要亲自来调查，因为是有人在投诉我们。投诉我们？对啊，所以我才打电话给你，赶快回来处理嘛。卫生局？投诉？对。要不要喝水？好。哦，现在不是喝水的时候了啦，怎么办啦？所以我们是食材不够新鲜吗？谢谢。没有啊，那就是我们怠慢客人喽。是我负责，怎么可能？那就对了。你担心什么？我们都在做以往该做的事情，是蓝缪。如果客人嫌弃我们的菜，或是说我们的服务的话，我们就改进就好了。要对我们自己的店有信心。不是信心的问题，现在是只要卫生局随便讲一句话，我们蓝缪也不用开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觉得提升说的很对啊，我们只要像之前一样坚持我们的原则做菜，还有对待客人，那到底要担心什么？不错耶，就是这种态度啊，自在一点，看人家多沉得住气啊。你身为一个店经理，你这么担心干嘛？对对对，你们口水真的是越来越吃越多了，长得越来越像，恶心！我告诉你，最近拉面真的发生太多事情了，大实验、奶奶八十大寿，还有最近的卫生局，你好好想一想怎么处理吧。啊？奶奶八十大寿怎么了？那天有发生什么事吗？菜是我煮的，有什么问题？就那个。我先去看一下厨房东西准备好了没啊？我不说，我谁都不说。多嘴，自己捅出来篓子自己收，自己捅出来篓子自己收。我说，我说，事情是那样子的。那天晚上常威喝醉，把来福打晕，然后他对夫人。在讲哪一出人呢？九品芝麻官啦。好啦，我说了。就是。
那天小郭富神送爱心，哎呦不是啦，是送他难吃的甜点来吃。他在楼下刚好听到俊哥在讲电话。厨房我比你还熟，明天我一定会下手。我知道。再提醒你一次，你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千万不要忘。还有，提醒你，明天的餐你可千万不要吃下去哦。郭天安，你的员工你怎么想？放长线钓大鱼啊。照刚这样听，背后一定还有个主使者，而且他明天一定会出现。很有可能是我的员工，也很有可能是我的家人。你怎么还在这？我刚送蛋糕过来，还没走。哦，你是说那个长得很丑的提拉米苏？我看到了，其实你已经可以走了。这件事情我既然已经知道了，我自己会处理。我做的提拉米苏蛮好吃的，你可以试试看。你觉得我会吃吗？反正也不是做给你吃的。我会分清做任何事，只有一个理由，要让他开心。没了，很摆明在追他嘛，所以他知道你的心意吗？我会让他知道的。分清这个人，对感情就是这样。可能跟他爸有关系吧，他爸从小就不在了，所以他一直没有什么安全感。亲妈身体又不好，他又还有个弟弟，他没有得选择。他只能照顾别人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对他表达我的心意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他再有更多的负担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对你的情敌泄露资讯？我透露资讯给你没关系啊，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让你。小兵，你到底要玩到什么时候啊？讲正经事，我刚才听到这个讲电话，他说奶奶八十大寿的时候他要动手脚，帮我注意他，我要知道背后的常青云到底是谁。没问题，我会警惕他。你玩够了，那你滚。就在你安娜的号召之下。一个隐秘又庞大的组织就悄悄地形成了。哇，我以为你在跟我开玩笑，你还真的搞来了一台快餐车啊。在夜市做生意还是可以交到朋友的。嗯哼，哎，你不用管那么多了，反正你今天需要的东西跟分金需要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。嗯，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。是吗？那我问你，接下来还有谁要来？谁？还说你掌握？啊？掌握得了我吗？君啊！其实当天他也听到了杰克跟那个神秘人士的通话，他要来帮忙的。我其实还蛮欣赏分清的，而且我最讨厌人家在背地里做一些不好的事情。
Jack 就交给我。这种女生我爱，留个电话吧。不需要。我们现在可以先开始吧。可能还不行，因为现在还缺少一个最关键的人。看到你了啦，出来啦！哇 ，Chef， 什么时候来的？参见了。介绍一下，他是 Brian， 是我另外一个人。怎样？他是巨哥的亲戚，你还相信他？你之前你不在的时候，他都是在欺负芬青，有时候在欺负我，这个人不值得相信。由我来帮你讲话好像不太适合，你要不要自己说？嘘 ，Chef， 跟你这么久了，你知道我怎么可能会背叛你呢？长颈鹿，虽然我跟你吵吵闹闹了，你知道我是最挺你的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少恶心啊！我今天真的是忍无可忍了，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，所以我一定要跟你们讲说，真的有一次在镇上名流的宴会上面，我疏忽了一道食材，那 Jack 抓到我的把柄，所以我没有办法。如果让 Jack 知道的话，他早就把我 fire 掉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现在真的很诚恳的，诚心诚意在你们面前告诉你全部的事实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。好吧 ，Brian， 正式邀请你加入反 Jack 联盟。谢谢。ありがとう。感謝합니다。谢谢大家的帮忙。今天注意安全以外，见机行事。是。谢谢。解散。散。哎，坐下，坐下，你坐下了。第一位登场的是不起眼的绿蜥龟。他的任务呢，就等一下再说。所以他目前呢，只是先跟着他的 Jack。是吗？哇，这真的是我要的台湾野生龙虾哎！所以这次你可要好好努力，不要让 Chef 失望。谢谢。走，什么要偷懒？你才别偷懒！哎，坐下，坐下，来来来。第二位就是我们的美女，露吉娜。她要用她最擅长温柔的微笑，还有她迷人的香水，迷惑敌人的心思。你今天晚上要注意所有的小细节，生日宴就靠你了。谢谢。哎，亲，这么早就来了？你还好吗？正在准备啊。啊，对了，我好像都没有参观过你的厨房，到处走走吧。可以啊，就尽量不要打搅其他人。Jack， 吕小姐你好。在煮什么汤？咸汤。海鲜汤。请问一下哦，你们两面的海鲜汤跟外面的海鲜汤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我们有我们独家的做法，当然我们对食材也很要求。接着就是我们两位男主角，就是帅气的叔叔，还有唱跳歌手小郭富城，利用他们原本不和的氛围，成功营造出两人对立的状况，制造最重要的机会哦。你不是说今天让他做你奶奶的寿宴吗？那今天他是主厨，你就让他用他习惯在地，就像我们夜市的，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在我的厨房准备料理给我奶奶吃，用我准备的台湾野生龙虾，有这么难吗？你选。阿伟，今天是霍田他奶奶的80大寿，我们就尊重他的决定吧。不好意思、啊，小兵，来，把不该存在的这个东西拿去丢掉。是，赶快离开。也是。小郭夫人，不好意思了。没关系，今天他奶奶生日嘛，我们就照他的意思。都开。哎，反正他决定要霍田的。多一盒别浪费，你就拿回去吃好。谢谢救命。好，滚吧。Brian， 啊，有事打给我。加油。开心了吧？最后，利用这个机会，成功的达成任务，当然也是最需要、最重要的成员，就是我。
还有那个不起眼的绿蜥龟，我们两个偷天换日，以假乱真，确保了皇后娘娘最需要的食材——龙虾的安危。你相信我一次吧，你为了防止入玩绿蜥龟的陛下嘛？对。等我一下。绿蜥龟，长机。哎，好这样。哎，这样。放心，我办事 OK， no worry， OK。士兵将兵 ，Yes sir。士兵应该放手，就让他留在他身边就好。我想要为了你变得更好。好。未来能够在你身边的方向。我可以把你刚刚所说的那些话解读成答应和我交往。是扮假假就玩腻了，说放就放。